你听多了。刘太太，我想不哭你啊。刘太太，我不哭，我哭。这人嘛，搁差一岁哩。我去你顶。哎，你啊？啊，你也比嘞？我袂啊。因为甲因接触久啊，拢知影大概需什么，他大概需要什么？对。啊，今年我娘，我昨天去娘翻译，啊，伊就卡无好袂写，最好用写。用写会写。我会简单的啦，厕所啦、茶啦、什么咖啡那个简单的，不要跟他们。简单的，我到了啊。这张啊，球我们来当啊。哎呀，这张球。可杨梅啊。杨梅。球。看这边，看这边。加布料。来，看这边。你放你的先铺这边。有啊。差不多结束啊。不会啊，不行。一路回头来对，还没行。要。要钱。这张阿妈订，那张阿公。这张都千年啊！有哦，阿公千年。你爱叫三哥来过来住？这搞亏你。三哥，不要看不起。看不起这样。你不稀罕，不稀罕。三叫做没遗憾吗？因为我讲我无贵嘛，你先炒几十年呢？对啦，生生利啊。不要紧啦，来给你讲。我是会啊，你好，好啊。来，陈三林员，金宝会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好，好。咱，咱今嘛是伫个马武都吼，伫个树伯家，吼，啊，咱大家个啊。请树伯甲咱加持一下啦，吼！来，咱的人是咱的心啦，吼！在做的啦，啊！那咱的心安怎做？咱应该家己拢有一种主张啦。哎，当时啊，迄个主张是袂歹。哎，当时迄个主张对咱来讲，咱是感觉是正确的。不过，当时啊有较偏私一寡。啊，所以咱就是咧学，就是学一寡，会当慢慢啊家修正，慢慢啊家调整过来，吼！啊，灵山气脉是咱的心来体会的啦。啊，那吼，你看差即嘛灵气一直落来，啊，感觉的心中的感觉是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啊，咱的心中就是爱有一种明白的心。啊，那要迄种明白的心，咱就爱学理啦。啊，理是在咱的心中生出来。啊，那要生出来较好的理。咱得爱一步一步来解学习，一步一步来解修正，吼。每一个人拢是咱学习的对象啦。啊，咱的一举一动啊，啊，啥物拢会当每向每一个人来学习啦。不管是人啊、动物啦、树啊啦、云啦、大自然的一切啊，拢是可以来互咱来学习的啦。有现世灵境是咱。所要追求的，啊，让咱的灵性加来提升，啊，咱自然就会当较明白世间上的道理啦。啊，大地是无情啦，不过无情，伊拢有一种公正的心啦。啊，当时啊，咱的固执人情，什么吼，啊，总是爱来
甲伊调整啦，啊，甲找到一种平衡点。安尼，咱的学习吼，就会得较进步来求进步，把咱的学历更加正确一点嘛。啊，灵山去台是咱的学真啦，学了修心是咱的本性。啊，将咱的本性学好好，啊，咱的气，咱的气就较通顺，灵异真真真正道，互咱心中有所学啦。啊，学你学真学正道，啊，学咱的心中学果啦。啊，有果，咱就会好啦吼。啊，若有好，和和气气，咱的人就较通顺啦吼。啊，学了心定心开心，真灵真理理可清，真来心得各用心，各来用心，用咱的性情，性情学到正理去，好好学学再领地啦。领地就是讲咱的心思啦，心思若有真理来甲咱加持，安尼咱的一切就会较平顺一点啊。咱若有了解世道，有明白的心道，咱理解的心，真理的果就会较好啦吼。果慢慢啊来甲收，收好的真好势来啦吼。用心调灵，灵气通，专精真理，咱会得啦。道理有心在了解。了解的你在心开啦，啊，咱的心若有开，咱就开开吼，自然咱外界袂甲咱印心，咱的理解就较通顺，咱用心来甲印心，用力来甲调整，安尼理解性就较明白啦，好好形势来端开，真灵你个正意爱。啊，学咱学修天灵台，天灵化境心常在啦。啊，灵光普照是咱的正。啊，咱有内修心中定啦。啊，了解世缘是正义的。啊，好来好去咱就定啦。啊，定定就爱修元神啦。元神道理通啦，你自然就明白真啦。真是咱所追求的啦，啊，咱若有了真，有了善，咱的心就会较定定。理解修行心滴滴，真灵而正可用意，灵知真理心传时，啊，来讲心得灵果境。真理真道心何明，啊，开始了解自心经，啊，心经就是咱心内一部经，咱的经册是咱家己来写，啊，咱每一人的一部经，就是爱家写好好势来，家传好圆满来，安尼，咱的心就是会当学习，啊，要学啥，咱家己嘛会当清楚啦，吼，形形色色，理理意。演化你个千灵灯，千灵为转心定着啦。啊，落意学意学两性啦。咱的性哪个学好势来吼，学较平顺的，莫安尼起起伏伏吼。啊，咱的一切都可能较平顺来啦吼，较定着啦吼。啊，咱学嘛是学心定啦。气通有转，咱学伊。啊，天地人间正理去，正去有真心就有。啊，圆圆显化咱的情，正心因理因心理。啊，来讲心定好运气啦。啊，和和气气天灵时，啊，天团灵果真性定，真性定着，咱就明白啦吼。论理开性，真理行，天理应定，尽心定，尽心合格运气清。啊，道道是咱调心灵，道路咱得爱铺好。啊，道来修心是心应定，啊，千千化化是万万灵。啊，慢慢咱来修行，啊，修行自然得定啦，吼。好，安尼理解自然得会明白啦，吼。天地人间有正气，灵山气道照原理。啊，咱讲心头得爱定定，啊，树佛显化实在形事。啊，了解世道是心灵气，啊，地气形形是定心境，啊，地气应理是爱修定，修意在理真形势，天灵合理有正境。正境就是学的境色啦，吼，咱的境若浮伫咱的眼前的时候，
咱得爱用心去甲伊体会，用心去甲伊判断哦。爱是咱爱学，或者是爱改，也是爱什么方法来甲伊做一个上好的圆满吼，就是靠咱的智慧去甲伊做啦吼。行行地地心修行。天天因你真心经啦，真心经是咱家己修的，是咱累世啊修来，咱累世的善业恶业，咱就是用写入这部心经内底，咱自己的心经内底，咱就慢慢啊甲调调调，会调到大家拢感觉哎足通和的，甲大自然拢会配合来。天天理解因在性，地理因转灵天气，真灵真理天愿意。修唔修佛学真灵智，啊真灵干干是心中意，啊二零二二清源寺，啊清源自然就会应时啦，啊应心应力就应天灵啦，啊自然心中就有所明，啊明白自然的道理啦哈。谢谢阿弥陀，感谢大家啦。继续。谢谢。梁素杰，王是王香，我叫王香。老丁，大家好。我刷机。伫这吼，今仔日咱来甲咱这个中华台中无极天山林园金庙会，很长的一个会的名字吼。啊，这有当时啊，咱也无认真甲听，无认真甲看。我有当时啊，想，哎，那会敢那偷偷拢会漏字。会留你安尼啦，啊！伫参加这个会，啊，今天头一届，啊，来甲大家师兄师姐，啊，来参加这个健行活动啦，应该是讲吼、哦、爬山，啊，伫遮吼，伫顶个是户外教学，啊，道长吼、哦、他很用心，还有我们所有师兄师姐他们的用心，我们都看得见。啊，伫遮我甲咱伫这二三十年来吼、哦，所学习的，啊，我甲归纳为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养生，哦，咱伫咱日常生活里面、生活产里面，我们的养生，就咱家己所食的物件，所用的物件，吼，啊，咱会当家己去看上界重要的，譬如讲咱的水，也是讲咱生活中内底所需要的什么物件，日常生活起居。伊所需要的物件是啥物？对咱人体有帮助的，吼、哦，这物件我甲归类一个是养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经济，这所有咱中间吼、哦，这个经济是咱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甲课题吼、哦。啊，咱人啊，我常常讲，咱落土以来，吼、哦，啊，每一个人福分无同，啊，有的人都啊有着。啊，是大人给咱的真大的福报，吼、啊，啊有田有园免烦恼，啊有的人就无通遮福气啊，有的人就有就后世所演变来，啊一寡遮的坎坷的命运种种等等，所以经济呢，这是咱爱认真修持的一个部分。啊，比如讲，咱若是讲伫道场内底，哦，咱来讲啊，像这经济呐会好势，啊，就大家啊持之。张大哥讲的平等心，这拢无讲啥物话，但是咱就是家己的经济弄好，这就是我认为上界重要的之二。第三只我都讲到咱的道德，咱的道德呐，我都讲到咱要安怎修持进步，吼灵修，啊，这要安怎提升种种的功课，这都我都这员工是非常笼统的一个教育啦。咱今仔个员工，咱今仔要做的。要修的，像道长讲的，咱要修是内丹，啊，这内丹要安那练，这就是爱请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名师来给咱指导。好、哦、啊，你讲啊、像佛教内底，啊，啊，经册，我连讲吼，像咱读的，啊，我基本上阮有咧读这经册吼，就是基本上的大悲咒啦、十小咒啦，这咒你能够。修持能够把它读好，能够回向，哦，啊，伊就是你若达达安尼做，你就有迄个感应。啊，感应来了，你会感觉你会真正讲吼，真好势。啊，咱伫这日常生活里面所修持的，就是讲生活场里面所修持的，就是日积月累。哦，
哦，咱嘞这条姻缘要甲某啊，啊，咱来结合。像阮昨昏咱简单要做一个工作，伊就是啊，恁讲来，互你一个心通。哎、欸，你应该安尼做哦。啊，咱做是啊，要回馈到咱家己今仔日承担的母亲，也就是讲咱大地这个灵庙，拢是同款的。迄点灵甲迄点金，哦，拢是一样的，就是会当修持甲迄个精神。啊，当修通，安尼就是大家当圆满。啊，我伫只简单甲大家分享，啊，分成这三个步骤：第一要养生，第二爱经济，第三教导动讲着道德。好，伫只希望大家吼啊，这个灵源高升啦，啊，大家吼啊，这个事业啊，甲这个道业会当啊步步高升。感恩，来萱姐，来萱姐来，看见，你谁啊？看见，好呀。我拍个照，拍个照，局长嘛。哎，咱天山灵源金庙会，咱这孙阿叔这，啊，真正真难得，咱能到咱这个马文都，啊，咱这为咱大树伯啊来给咱加持。心中学员自体转。调灵降化心调在，福寿灵宝运清气，正天顺宝护咱平，运清福果正圆满，顺天教咱自然，心中发出着咱福果的调灵，下灵调宝传人知，正圆顺果咱调灵，顺顺福果比天在，调阮世宝是运清。海文雕刻明性，墨转雕刻传人性，心法有个大流转，佛树灵果明世人，心合个雕刻传人正天的顺法，互咱自然发出着咱心中讲出着灵宝的雕灵，合宝心雕运真在，灵果心生佛树来。调阮世宝传人家，正天顺服有灵性，自在心通万里去，正愿予咱顺好行，下灵福果正天在，顺化有宝是大世，开阮万化入千果，调阮心宝大运行，万宝自然开化，予咱团团自然。降落咱心性优化的调转，要安怎来调气，互咱自然，是咱每来调元的自气，互咱每来调转的自然，心中福果正天开，顺顶下落调运来，降化自然互咱调，顺天正果是顺无形，心调的团在，是自然发出着咱心性应时。讲出着咱调元的一条命，心着爱自然，互咱顺家合来调果的团圆，正天顺果合理在，运清正元顺天来，宝宝调起自主起，下灵调宝顺天去，心中降化诸宝气，完全自然互咱行，顺天正果是顺顺起。自然调宝万里行，下来调转心生气，正天顺灵好难得。万花亲亲多花转，下灵团离开，顺天正果是顺调灵，予咱自然心生开，自然灵开的转福来，予咱自在信通，团灵正果是顺顺定。正天顺母灵合气，予咱降落咱心心完成者，自然开化着咱的心团，团出着咱正天，予咱心心应时，自然地化开，心心调灵团里来，予咱自然心开，予咱自然合转型，人才人转是自然在，人来调起是顺天。降化自足万里行，顺果万化自然行，心通正圆顺无异，予咱自然，予咱讲出着灵宝的调理，
和咱转现心团代化，自然降落咱心关底，自然发出着咱心心田，抛开着我自然，和我自然讲出着咱现灵的调气，开化自然灵气，和咱期待的调转，心中讲出着咱灵宝的调理，现来调转心心气，正报下灵调灵现。抗乐心心多发财，福报正天是顺灵来，无转予咱心开意，转化是自然，予咱来啊带去调灵在，予咱来啊调去是团灵来，心心应舍咱主气，正天顺灵予咱行，万法如真个个在，调灵心报是带发财，离天调去团灵来。予咱自然，予咱条条顺无，予咱开，功福又过调灵来，现缘合数，感恩。啊，咱特色啊，哪个？一块啊，来拍拍个这个。感恩吼，阿姐顶三年完金宝会吼，啊，互我有这个机会，啊来遮，啊我含万啊，啊平常，可能我家一个伫上课的时吼，嘛拢传较袂出来，啊是无老师教的关系啊啥，我嘛无了解，阿姐来讲无好吼，啊嘿，啊录音莫甲录起就好啊，啊。人果调完调调开，开了人缘心就在。行事行缘心爱定，定来天果心应是人果挂，挂开人果缘，人缘人果心就来，化化了就来，灵就开，应缘调果化全开。世缘调过灵自开，应开灵开化尘开，灵灵调了灵自开，应可灵灵化灵，应舍灵过应开来，化缘化开灵自在，调缘灵过天自开，天山灵缘自性来，天官天山灵缘应自开，调过化开灵自开。花果花开灵应在，
来外海，天上灵来主灵来，飘零相开。灵灵在，主灵主在，调声开，心灵调，把灵主开。来，杨师姐嘛，我继续。有心拢讲会好啦吼。还有阿伯，就孙杨书记吼，大家好吼。今仔日的吼，大家真有缘吼，啊来到遮呢吼，来到遮这个灵气较好的所在。其实我个人吼，按一个美英准备者，要来分享的吼。其实就是，因为我家己嘛，算讲学道嘛是甲王道长吼，差不多嘛是十几年的时间，嘛算讲有一段时间啊。啊，有一段时间，当然就是有一个心得啊。啊，这个心得就是讲，我所发现这个学道的心得就是嘛真趣味啦。因为我头啊，坦白讲，我唔知影啥会是道啊，但是甲慢慢的探讨了吼，我发现人就是活在道中啊。那每天行住坐卧，伫逐天像即马，咱大家拢活在道中。啊，这万生万物，拢嘛是道咧左右啊。啊，当然嘞啊，道是无明佮无净啊，所以道就是公正的啊。啊，伊就是每天啊。土气嘛，这土气就是讲这个日月啊，啊阴阳安尼在运作啊，哦啊这四季啊，春啊秋冬啊，哦啊这个万生万物就是伫个遮生灭啦，生一定对灭的呀，啊有起就有落来呀，哦啊遮个道理有无？我是长期间吼安尼累积落来，所以学道绝对毋是一天的代志，学道是甲再见迄天伊的代志，吼，因为咱人拢伫咧道中咧生活嘛，啊道无明无净，啊咱这太上道祖就是，因为伊要讲道，伊无甲你号一个啊名吼，要安怎来教育遮个迄落遮个万生万物。所以得强说是叫做道啊，吼啊，这就是讲，这就是讲日积月累啦。啊，这个内外的修持哦，这个内行的修持哦，当然是绝对不是一天的代志啦。咱这个阿贵阿孙兄讲的啊，你内行的修持要安怎练，吼啊，要安怎迄落，这拢是爱，吼，这拢爱是讲长期间啊。一天一天有无？你一天一天咧练的时，你当然进步啊！啊，你进步的时，你迄个进步是伫个无形中啦，吼，啊是有影是足慢的。但是久有无吼？久你安尼练的时，你咧炼丹呐，啊你咧用心呐，啊你咧化气还气，这个步骤就对啦。吼，就是讲这个坎里的抽天有无吼？每天安尼，吼啊这就是讲。长期间咧练久的时，时间久，迄个进步就出来了。吼、哦，我甲你讲，我家己个人的感想啦。学道的人，你这个对外就是爱做平常的，吼、哦、啊，这个谦虚心绝对爱有诶。等到有一天的时，认为家己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比你更行的时候有无？迄、那个翘胃开的时候有无？吼、哦，我甲你讲。差不多得冻掉的呀。啊，搁三分换。啊，别人讲的话有无吼？哦，严师姐。就是讲听袂落啊，
安尼学道的分数绝对是扣分的。学道就是讲，你爱有迄个囡仔心，伫我伫游览车顶员讲的，你爱有车主心，你爱有囡仔心，代志做过就淡掉去啊，无爱去甲想啊。吼，啊，这是我以上哦，甲各位吼来勉励安尼啦。迄是为生甲死，生甲死这是。这是立到顶的，这无法度的。这甲音甲用拢共款的，吼、哦、啊！这就是讲啊，内心的修持一定是靠时间的，慢慢累积起来的。啊，迄个现出来迄款心定哦，会愈来愈强。哈啊 啊, 啊！碰位绝对袂使，碰位有无？碰位是绝对是扣分的啦。啊，囡仔心，囡仔心，大家去观察啦，大家拢嘛大部分拢有囡仔，啊，大家拢嘛捌做过囡仔，囡仔就是。天真无邪嘛，啊，学道就是要让家己有无恢复迄个赤子心，迄、那个天真无邪的心嘛，哦、啊所以大道无情，因为天真无邪啊，大道无形嘛是天真无邪啊，啊，咱人来到后天就是计较心就出来啊，啊，迄个心机就出来啊，啊，所以讲这绝对会动着道的，哈、哦，好、哦、啊，我以上向大家来哈、哦，大家来。我是这么修道的小心得啦。大家师兄师姐，大家好。啊，我本人叫严美英，啊，互看起来讲足严的，啊，其实吼，我是你讲啥嘛会笑啦，啊，无讲是足严的安尼啦吼。大家好啦，啊，这收钱吼，种个物件，囡仔个实在有缘啦。咱讲做人，囡仔食到六十个子啊，有这个缘，来到遮个孙兄孙姐遮碰面，就是大家拢有缘，才有法度好来，大家都收钱啦。啊，收钱就平常心，啊，好心，安尼大家安尼和和气气来行这条道路。哦啊，这道路。即嘛讲，人咧讲啊，恁行遐是啥物咧修啥？啊，若有修的人，咱就甲讲啊，着咧修做啥做啥。啊，若无咧修，咱啊着逐工着拢爱修。咱查某人着是作烦的，逐工着是爱修啥啦，做啥爱翻来翻去安尼啦。变作我着是较有即种迄个心，甲人讲即只个话安尼啦。啊，但是即种个可能是我个肉体会安尼做，啊，毋过我个心。到要行，就讲啊，进前就一挂问题啊，就家啥物拢也歹啦，反正啦，我就怨天怨地安尼啦，啊怨天怨地，到今仔日，咱这个会天山灵源金宝会，阮个啊做啥物？小国王个迄个讲个较长，做要哪念？啊念啊对啦吼，伊讲个啊。这这讲着小狗王，煞搁拄咧，煞煞袂晓讲出来。阮咧小狗王拢伫遐，拢会甲拄讲，小狗王紧个哦，啊，啥物代志，阮小狗王拢会甲小甲点点个安尼啦吼。因为自开在圣王来遮迄个石庄路五号座位个时阵，啊，我甲迄个小狗王，甲迄个大小狗王，甲小狗王，啊，阮若咧讲啥，阮拢小狗王啊，创啥，伊拢点个，啊，着两个着敢若。种袂顺，咱讲心理上讲，解作会下安尼啦，毋是讲相通哦，是作会下。我咧讲啥？我目睭若一个翘，伊就知影买你。我啊，你这速度呀！你咧看迄项是啥物物件安尼啦？啊，即种个嘛是讲互相，敢若袂顺，咱敢较了解安尼啦。算吼，可能是心大家较好势，讲啊，阮小狗嘛做好斗阵个。啊，阮阿姑，就是阮翁个阿姑，啊，我嘛叫阿姑。啊，所以因一家口足好，足好善，足好斗阵的，所以这目睭若顺，啊，就讲啊，恁咧做啥，我咧做啥，安尼，啊，就相通讲啊好，咱来做，这项工课拢是好的物件，阮拢会讲啊，有滴也要去害人啊，咱就来做啊，咱有创啥，啊，就来做安尼，这种是足好的迄落现象啦，因为吼，咱若莫讲啊，咱迄食了安怎，我就替你食，迄就袂使，啊，迄个物件食了，就不要紧啦，迄滴。番薯叶啊，啥啥都足好食，迄食了，跟咱讲，阮养生啦，吼、哦，吼、哦，啊，这是修持的过程啦，吼，啊，是我的迄个过程啦。三分钟，换李慧珍准备。哦，啊，
夜煞。今仔日吼来到这个马尔都，因为进前去的迄个凤凰山，嘛是临时临安尼临时决定去的。啊，去的时阵就是有种，讲起来是讲一个灵感，哦，足好个。去到山顶的时阵，我讲哦，安奈，咱的贡品摆甲规个，足济神就捡伫遐讲，我就感觉讲，哦。嘛，足侪灵，足侪神，来，甲咱参与讲吼，来遮。今仔日咱来，本来天会再足光足亮个啦，日头出，哎，今日到遮，阿嬷吼，阿嬷看到咱也敢那足感动个，天搁咧落雨啊，滴两滴哦，你看尔啦。算吼，甲恁洗一下，甲恁洗净一下，安尼啦吼。玉树天山灵源尽无悔。来到圣山见上明，予人看地明原理，灵灵学地明道义，道道真理行得开，灵灵好好学得来，金河万道明万法理，万道千里行四海，金道金义万法理，一河明河转人地，千河万道见上明，利用利河行得开，万千里道转人台，一言上河来圣礼，来地圣地见上明，步步予人行出明道来，明道千里行得开，一言上圣圣道义，零零好好学得明原理，学得明义清专利。予伊上远上清见上明，日升日用行得开，万道千里转人台，拍手感恩。老师，谢谢。老三，师兄师姐哈，咱时间问题我简单讲就好啊哈，谢谢。素材人员自然，开运性格自开，自然自开有明果，明知明缘性格来，性道自然开，自然应格应五灵，五知五灵开道源，道理自在感恩妙缘自开，四应开尽大明道理解，理义道应开，开义大大真。真缘四应现理智，理缘开自在自然妙传。道源伫树影现正灵，正道树影树影现源伫，原理开运大明果，明开圣道源，感恩大义自开，自然道源圣圣源，感恩有理开有源果，源伫圣爱传道明，感恩大源圣源伫，圣道自在自有所理解，理义开圣源妙解。表弟自然自应道源圣恶源开开灵果灵源大真道真源道源素应现源地源灵开恩爱妙甲表弟开恩大真道道源道表自开素应合源果源地开表源团应甲应五灵开圣甲明现恶开恩大明地现也嗖嗖嗖发开开。能够合理解，理快自在，自由性道合理解，理源道明自开，自源自明开性解，性道有来开，合正理开自在，合源大大明，合四开源，性高源，正理道源性应果，性道有在有源果，源地开运道理理，二零开四源果。妙甲妙缘带你过，你缘自在，福缘正，正道自在，哈！呀嗖嗖嗖，合作，数，呀嗖数，合开自在，自缘自性，感恩表弟有在，有灵开悟，哦哦自在，现正道，正缘道理开，自然，哦哦开悟，感恩，呀嗖，呀嗖嗖嗖。我阿妈问个。台中市中华无极天山灵源进母会
大家各位师兄师姐来马武都，然后也借由今天的活动，然后就是可以让我们有亲子活动一日游这样。然后自从参加了这个会之后，我跟我先生学了很多，然后也是像我妈讲的，要在生活中学，然后在生活中修，修自己的脾气，然后修自己的个性。然后像我们那个我舅舅王道长跟我讲的，要改脾气，要修自己，所以就是自从进入了这个会之后，就是我自己啦，是时常会提醒我自己要忍，要平常心，不可以太在意别人的言语，或者是可以要接受别人对我的指指点点啊，因为我以前就是会我管你的嘞，对啊，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还进步蛮多的啦，不要偷笑啦。所以就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要互，就是你看我，我看你，彼此互相学习啦。希望我们两个可以在这里可以学习更多，这样谢谢。啊，咱今仔日哦，伫这个杨梅阿嬷吼。伊这是这张树哦，做杨梅啦，唔是这个地区哦，做杨梅哦。啊，介绍好清吼。啊，相信伫咱这个花啊，过咱这树节啊，因为这都阿妈树啊，啊，所以讲咱这树节啊，来伫这啊，敢那像讲来演一个，啊，演一个好话。因为阿妈吼，伊可能会代代落来，啊，咱搁较少年辈吼，因为伊都拄啊二百吼，啊，所以讲无叫伊讲话。啊，因咱只个来讲，咱拍片就是敢那像讲咱头前这个镜。因为这个镜吼，你着讲练较资深的啦，还是讲你拄啊后壁咧练的吼，啊，咱着当照着这面镜，啊来互咱体会。啊，今仔你讲有咱开始，啊有这个拍片出来，有咱做底，啊咱搁跟随咱金宝会啊，伫室内也好啦，伫郊外也好有无？啊，咱慢慢来，家己吼，啊看家己这面镜吼，啊可能会提升着咱的外口的这个知识。啊，甲输入啊，甲咱内底智慧，啊，所以讲，咱台湾真济圣贤活佛住伫遮，啊，做蓬莱仙岛啦吼，啊，所以讲这个蓬莱是安尼来，啊，咱仙岛是啥？要提升咱个人的内修，内修是上重要的，因为咱每一个人有三魂七魄，咱一定爱修三魂，哦，啊，你一定爱定魄，魄就是啥？咱即摆来讲有目睭啦，有鼻仔啦，有耳有嘴有无？这个甲身躯，这个水，啊，甲咱的内底迄个红的器官、甲白的器官吼，遐个废水啊，甲咱吐出来遐垃圾的遐物件吼，最主要就是咧清垃圾啦。啊，清垃圾就是啥？清咱的脾气。啊，咱的脾气是啥？由咱的兴趣，用咱的兴趣来引的。啊，所以讲今仔照着这个花，哦，就是讲孝天心，啊，先天性，哦，咱拢是爱孝天甲先天啊来平合。我伫咱即机会即卖咧开发，会当讲日常生活后天，啊，甲咱灵元呢，甲咱灵魂呢，啊，即个圣真活佛来结合，安尼才会当甲咱就讲心灵合一，人心合一，啊，无变啊人心合一。所以讲，咱即支花的方式，照着母娘啊甲咱教的，会当讲一直分出来，互大家了解性吼，安尼以后咱即个后辈，啊是讲咱即个先进。啊，是讲咱即马当咧学的吼，有一种啊，这个看样安尼啦，啊，希望伫咱修路、修行这条路吼，大家会当通咱这条心路。最主要拢是咱的心，咱这个地基础若好，啊，咱内底迄个精的力量会当用练气，啊，练气会当啊，敢若有这个神呐、明白，啊，才会当伫虚空吼，啊，咱的灵啊，才会当伫遮。啊，甲圣真活佛来做一个交流吼！啊，今天这个交流，希望大家会当引着啊，咱的这个灵魂哦，会当搁再提升，啊，搁来精进，啊，感谢咱大家。啊，咱今仔过来阿妈遐啦，好不？阿妈呢？哦，你这卖菜的，我甲整理较缘投咧。阿边，好好，开始。还佫有这枕头咯。
真他们，哥，请问有边关无啦？我请问一边关一边街啊。可以啦，来姐姐。苏大苏家族，大家好。今仔伫这马武都啊吼，啊来外游啊，像大家，我想想一段。现在哪吒讲，恩师呢在药，现在呢在胖，奉旨呢在药师哪吒奉，肯得去现马吒府，分得马奉神之基地，就要现场肯子，真身得养生我事，现在只是呢肯做游戏。讲啊，角度意思哪吒嘛，讲古都伊行呢要说呀，只是只是红中咯，今呢艰苦又之意，银子呐，红针子呐，莫以红地呀，红是是字，祖有祖有神地，今呀哪吒黄这意。养我身子，养我身子，皇帝有其臣子呐，皇中国度，恭喜天子行长哪吒是，我要以迎来瓦萨，这现代要送国主，主有之意行我行者，有其请请哪吒帮这现子。王我送古有子迎啊红古现在呢呀做众生得喜苦福子压上压子现在有子自喜自喜自身多要众出有其意身多要呀行我无子事行古行者行之意，行大也意，行者空地，狂我上行者也无事有其意。这是乃王宋我子，二是马扎莫者也无物之气，真的样子，真重要，真的很子，几真的吗？奉这事肯得养我之，我做主之意，行这行啊，奉古乎？又这样啊，奉送我之意，行这奉古意，行啊行我用我这呀，闻这有意，一直咋？就是那只马扎，强气又是红地马，莫做是二十只马扎，禁忌禁止那扎，恐孤独有意红身子，行者行子有上有气，请记请得养出出有其意，行好上你这有阿弥陀。啊，隔壁马扎，隔壁两位。在此吼，先感谢各位师兄师姐吼，啊个老师吼，我有一届机会啦，服务大家啦，吼，啊嘛无啥话通讲，啊着拄啊有一个感慨，啊一个感应，啊讲两句啊就好啊，唔好伤久，吼。天山灵源，灵气。灵山灵气，观自在，灵山灵源，观自在，愿以灵源，灵仪会灵山。乾坤应时在四方
兄母娘来阮，有请母娘来道理，灵里会灵山，灵山吐灵气，在此感谢母娘调驾所有来此地奉礼两礼，哦，在此感恩和地主，在此拍摄气也无正好，拍摄拍摄。啊，感谢咱科比吼，啊，地主吼，啊，尽着咱保留这个工课吼，啊，当伫这个名山圣地，啊，这个好地理吼，啊，这个杨门公啊头前吼，啊来。发射到啊！我这个灵源的这个工课吼，真愿顺驾保天神，转落金宝降下地，青天悟了出天地，清净归了老母心，真愿是天神，顺了现世是心灵。真愿主宰五天理，神道定法本灵性，天元不落现世间，神灵转驾定天堂，灵友归元现世明，转咱清寂静，真理是通灵性，降下无形转落神。天意是咱老家，安定是无天命。上了天元尽天意，调会是无娘神。天来为家现世情，心路开元则是意，灵元福寿转老神。天来。有庙的灵性，大天显露是清明，显咱心是天意，五出清界则是无性。天老照这点性，咱来恶性天元的心，真理是通天来。内定则是咱的元气在，真愿是天灵子，心路正法定天元。天意是咱灵性，老母娘娘是咱的清灵，现了有主的灵气，流落先天母娘心。天元是咱灵性，母娘开发是先天小心，降落青天是咱灵气，心灵转来是定自在，正天是天灵性，归咱团灵是五天神，真理是咱天。个个灵出定元心，天灵则是咱的天意，机体看开则是咱的定心。天来有真元气，调整三昧灵三地，灵会了出家则是天意，真元灵气则是咱的心境。照咱青天有在此，教化定界咱心行，真愿悟了出天理，咱来定心归无心。天元是咱自然的心，安抚有福落来，则是咱的气。咱在无形生出着天界，要来讲出着凡间咱的本性，
是咱接受天理的本源，咱真道的大气清，是咱爱归元这点气，咱才会当对母啊连成金刚不坏之心啊！是咱有这条正天的法界，生出着个人的心，这是咱传法的灵性，嘛是咱重要先天这条心，拢是出入天灵的本性。咱哪会当顺灵当精啊？这点气三生啊，这才是咱天元这点灵性，来到自然开发这个天命啊。上了归元是天理，咱来调整现世界的三灵气，奉着母娘的指令，打开天元这条本性，我来开元这点灵性，分出天理咱的清净。悟了出应天灵来，山中无相归天开，灵有自然降落时，现了自在咱心意。天若有照这个天界，咱母娘啊会当稳定咱的心，咱有出入这个天地，让我来传承老母伊的心性啊。天啊照发咱的定性，开源转落咱的清净，让咱归元这点灵性，天有自然现落来，开源转嫁咱的心有在意啊。这是上苍这个天界，我来现灵现的界，我才有这条正天的本性，开源转嫁咱老母伊的心啦、啊。这是出定咱的天性，天山落嫁咱的本灵，合地咱的自然清啊。啊，是咱即马咧讲的灵气，咱才会当贯穿天地合神啊。灵源老照天意，老母娘娘的旗灵开啊，现了自然灵天来啊，中后期现世在啊，灵有自然定落成啊，开源主宰咱的本灵啊，五行神啊。很清啊！啊，咱的地土地公啊，啊，咱的这个地灵公啊，现来转开是天性，悟了出家是天命，开了山路现世界，开了山门顶本来，悟了出性咱灵性啊！哈哈哈！天来有情，这个天理，咱来悟出天山地啊，灵有自然教落来，西方金宝。安定心灵性啊，归来现世转一境，教化灵盘现世开，安灵定我降心内啊，天意定了降落时啊，天门悟出天灵界啊，玉皇大天尊道灵来啊，西王金母降天性啊，虚空地表降清灵啊，天意主宰天天命啊。奉了母娘心如性啊，现了清界龙光明，哈哈哈哈哈！圣法圣意开天灵，三观六家照本意，合了清界咱顺缘啊！天有自在定灵性，开元转过我清净。天意是咱顺利，地官顺家献福气，上了现世自然是，星皇地藏降落来，罗王降化咱本性，点清灵家现世来，山灵精气献本神，到了清界罗灵灵，青天有来照无异，啊咱杨梅。啊，这个阿公是咱今嘛恭神恭迎上方召回本意，幽梅阿妈神灵奉天旨，金母娘娘奉祀转天性，我来调回正天理，开元定价照天势，灵有自然定灵心。天界为了众兴起，天理调回众心意，开元自应天本性。玉皇大天尊灵体在此行，行，转，
本灵定，开元素现落来，平心度化世间罪。啊，咱迄个来，迄个阿姐来，来收一下呗。好贵，好贵，哎，来，请，请，哎。各位师兄师姐吼，今日大家有缘哦，做位来马武都家，做位吸收山顶的灵气哦，提升咱的灵气。啊，一只，因我嘛是初学者尔，所以感觉即摆练的感觉是，咱的炼丹是足重要，炼丹。所以今日我就先用一段炼丹就好啊。哦啊！咱今仔日吼，啊，伫咱即马即个杨梅阿公吼，啊，即个片，啊，咱嘛甲遮来甲做一个收束。因为即个片虽然真简单，咱修行人啊吼，拢较无钱，哦，啊，所以讲咱用着较感性的，啊，用着咱较真实的，啊，即个方式吼，啊，来伫咱即个 YouTube 吼，啊嘛来恭请着咱即个啊杨师姐，啊，甲咱王师姐吼，认真认真。啊，来甲咱制作这个片，啊，所以讲咱天山是用这个简单的啊，这个片头吼，哦，让大家来看讲，啊，咱的灵较深的、较稳的生出安怎？咱较中的灵生出安怎？较浅的灵生出安怎？但是深甲浅拢是爱演技，你演技了吼，才有这种胆色，啊，莫咧练在咧演在活，啊，你若久久吼未着顶啦。啊，所以讲，即马某娘的灵盘，啊，不管是道盘啦、灵盘啦，还是讲什么迄个教育盘啦，拢是同款。咱的灵若无安尼教育吼，灵拢袂在啦。啊，咱灵修是要做啥？无爱搁沉沦伫咱即马这个六道。哦，咱即马讲，诸天，甲咱人阿修罗，哦，甲咱妖鬼，哦，甲咱这个众生地府。哦，这个六道吼，啊，分做三恶道，啊，这个三善道，啊，咱是要来了这个烦苦，哦，啊，要来离开着这个生灭，着生死，啊，所以修行是要提高着咱六道爬起这个，哦，不爱搁浸伫这个在世间，因为咱的灵落来遮吼，就是在世间，啊，咱要安那脱离着这个出世间，哦，这才是咱真正灵修的意义。所以讲这个道理，你若唔知，你未提升到咱的灵魂，咱的灵魂是永远未死的物件，迄叫做永远性的。啊，咱即话这个肉体是暂时性的，所以讲这个暂时的咱叫做假体，永远的叫做真体。哦，所以讲是我用安尼简单啊来甲大家啊来分享一下。虽然咱即嘛哦真济，咱这灵修者有真济真悬的，力量真好的。但今天，快紧，来，咱即马就今天借着咱啊，所有的啊
来的有这个适当的时阵，啊，阿妈咱再搁一处一处，啊来请到咱这前辈者，啊是咱这后学，啊再来对号调，啊相信咱这金庙会有咱国强弟，有咱这个孙阿叔这这么尽心，会大家合作之下，相信咱的力量会当敢那出来。所以讲过去，咱灵山妹伫道中王看真无，啊所以讲我经过咱母娘啊，甲我训练。我无分做讲，啊你是佛教的，啊你是儒教的，是道教的。我认为我是一个道家。道家就是讲，咱大家以这个道强一家强一心，安尼来修持，你就袂分教门。哦，这才是咱真正啊要同心合力啊来照着某人的脚步，啊照着天公伯的恩准，照着咱文武众神甲咱扶持，行到咱即马咧讲的究竟地，就是咱的如来藏，如来。咱的这个本地本性，啊，今日到这，感谢大家，阿可圆满，咱就来吃饭。赞赞赞哦！赞赞赞赞！好谢。